早上上完课，吃过午饭后，我们要出发前往伊瓦纳，这次要住在那边的一个高尔夫球度假村。从马纳瓦这边开车过去的话，大概2.5到3个小时左右。对对对，不然后面都被挡住了。前面的大卡车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现在导致两方的车都过不去，都卡在这边。我们现在要准备掉头，从旁边的小巷子绕过去。哇，那个沙尘。哎，那牛养的真好啊。
这两天要睡的房间，两张单人床，我以为这是个衣柜，但这是打不开的，只有这个可以用。电扇，有窗，要早上看才比较清楚。这是炒饭，炒饭，还有你这是卤鸡，还有这个，嗯。你的到房了，早上啦，天气看起来非常的好，房间外面的景色，从我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游泳池。准备出门啦！太阳真的很大，这是早上看，从这边走过去可以到我们那个阳台看出去的那个游泳池，我们住的就是上面的那一个房间，就是上面那一间，然后这里还有其他户人家，从我们住的地方的另外一边走出来，好啦，左边这边是往大门口，还有一些球场的路。
后右手边这边是可以到海滩，是可以到 Playa 的。先往左边这边走，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住的那一栋右上角那边。这边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其中一个洞，在那边是写6号。我决定沿路走回去了，这边沙太多了，沙尘。门就锁起来了嘛，有，我锁好了。好，钥匙在我包包。好，亮亮。从这边这个入口进去沙滩，可以看到这边有家餐厅兼酒吧。进来可以看到吊床，还有旁边的餐厅。有吊床跟很多的冲浪板。打沙滩排球的人，虽然是海边，但是旁边还是有个游泳池。哇，还有牵着马的队伍。
看前面这个沙滩，都是海还有天空的倒影，非常的漂亮。旁边那边是没有倒影，是一般的这种沙滩，可是看这边真的真的很漂亮。这里是词汇有点不足的中文系学生。要下山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现在人也还很多，而且好像还比我们来的时候更多人了。Thank you.